接下来开启投票通道的歌手，是我一直很尊敬的前辈，但相处起来发现，他简直要变成大家的欢乐源泉了。我之前还看到许多朋友说，这位歌手在节目中真的喝了很多奶。我回想一下，喝的是什么奶吗？那这里有经典为大家搜集的有机赋能寄语，让他为你们加油打气吧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这位歌手，他总是能抓住大家的嗨点，只要有他在，就没有热不起来的现场。今天他带来了又是一首热闹的歌，来自 Eason 陈奕迅。有请竞演歌手带来《娱乐天空》。鹏哥唱陈奕迅的歌。哇！